阿子，你敢不敢去跳一次啊？这个，你看从这儿，从这儿砰跳下来，你看。啊？不会，你看，他那个下面不是垫着这个吗？你敢去跳吗？敢。敢吗？你敢啊？那你去吧。他敢。对啊，从上面啪跳下来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看，这个人就这样的，呀啪跳下来，你看，这小孩没准他自己敢。哎呀！啊！太厉害了！不敢了，完了腿软了。哎呀！我是挺害怕的。哎呀，还是迈出去了。哎呀，还是迈出去了。体验一次跳楼的经历，你们敢吗？啊？你敢吗？我坐过跳楼机。我想。还有大人跳。大人还可以跳的，跳楼自杀。你确定吗？你要跳我就买两张，你要不跳我就自己买一张。跳。跳啊！这两个人准备要跳楼，签生死状的。Okay, sign your name that the kids can go, and then you put the kids in.Thank you.
就直接蹦下了，别看了。快点快点，来 ，ready， go， 看 ，go go go， 快点 ，go go go， 快点 go， 快点 ，ready， go， oh my god， 对，就蹦下来，快点，对，我的天，不高，很矮。不高，很矮的，就一点点，快点！天哪！快点，快点！啊，我天，我手指酸，你已经站了三分多钟了，四分钟了。没事的，可以的，相信自己可以的。这位大哥不下，我都手指酸了，他死活就不跳，然后他就怎么上去都不下了，然后不如我们家二了。你太丢人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全都给你录下来了，你怎么上去怎么下来，你在上面站了五分钟。那就下来吧，寿司跳的，寿司你跳一次，跳个小的。软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我二宝真棒。上去了以后真不行，我跟你说。骑上吧，你应该跳下来，跳完以后你能感悟人生。这个 ，Kimmy， 你是这个，你爸爸是这个。不行不行，我这个是彻底失败。哎呀，我家二宝太勇敢了。不是我这个，你在下面看着还挺矮的，但是一上去了以后，哎呀挺高的，真的，我在上面就心跳就开始加快。我跟你说，跳下去以后没告诉我。对呀，你可以跳下去的。不行，我跳下去我就怕这个受不了。我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你试试，我要倒退十年，我可能上，我就差十。我害怕，我也。那你就别说蹦极了，你说这个我蹦极这块就得。并不高。那高的真不行，我跟你说，真不行。那我能下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从来没有尝试过那么高的这个运动。今天第一次上去，我刚上去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想一咬牙就跳下来了，但是就在上面越站越不行，越站越不行啊。我不会死，是，但是我不行了，我心跳加快，然后又开始头晕，我估计我也是肯定是有恐高。哎呀，但凡我是有那一点点念头，我就跳下来了。下面那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说我也知道，这下来挺丢人的，但是实在是跳不了啊。他可能年龄大了，真的是，我要是再年轻个十岁二十岁，可能就跳下来了。Don't want to sleep tonight at all. Just want to watch them stars fall with you. Don't want to try to make up dreams just to be seen. I want to lay here beside you, all quiet.
sky. It's not what we know, it's where we go. I grow wings to tell her goodbye. Oh, it's not what we see, it's what we choose to be. Sunflowers, high grass and bare feet. Oh, with you each second is a tree.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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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keep my balance next to